听呢首为玫瑰我爱你的歌之后咧，我哋又翻翻去听啲中国同中国历史又全部有关系，叫秦之声。秦就系秦始皇嘅秦。大家知唔知道秦朝佢而家有几多年？即秦始皇嘅建立王朝。大家知道战国秦楚燕韩赵魏秦啦，秦国嚟咁咧，中国咁啊秦朝。其實佢哋而家都有2400年，都好耐。咁啊，秦呢個地方喺邊度咧？原來喺我哋中國而家嘅陝西。因為秦朝嘅首都叫咸陽啊。你哋有冇去過西安嗰度旅行啊？有冇去過兵馬俑啊？兵馬俑咧就喺咸陽一帶。咁啊，秦之聲咧，即係話係呢個音樂係嚟自於呢個地方。而家講秦嘅即係等於陝西呢個地方。陝西呢個地方好多傳統嘅戲曲，有迷糊調啦，有秦腔啊。咁啊，秦個陝西最出名就係啲打鼓啊，嗰啲鼓樂。陝西即係